每天不断的跳跃和旋转，只为在赛场上表现更完美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每一个职业运动员在异乡征战时都会想念家乡味道，期盼回家与亲友见面的幸福时刻。咱也不能回家过年，你准备给家里寄点啥呀？我有这个康师傅昆头不吉香，可以昆头不吉个小惊喜。哇，好喜庆啊！这里面有什么呀？哇，琳琅满目呀，真是。哎，还有这个，正好可以给父母包一个大红包。康师傅香辣牛肉面，我们家都喜欢这个味儿。迷你桶小小可爱，我超喜欢。大桶的分量足，更适合大饭量的我。咱们都好久没回去了，我还想拍个照片一起寄回去，就让他代替咱们跟家人见面吧。一起拍个合照吧。好。好嘞，康师傅空投不吉祥，准备完毕。咱们不仅要送上美味祝福，也要送上新年祝福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在自己热爱的领域能够有成长、有收获。新年与更好的自己见面，新年康师傅见面好幸福。现在参加新年康师傅挑战，一起来比心即可瓜分大奖，还有机会获得康师傅空投不吉祥哦。当然，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比赛哦。